去拉肚子拉回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管就是心情是很平静，但是我永远还是会那个落塞，就演舞台剧也都是会落塞。身体的自然反应这样。那很烧是不是？很烧，就是小菊花。他又不是吃麻辣锅。为什么要想说？真的很烧，是不是？不烧，今年不烧了。胸不贴，你怎么一直摸胸子贴在？那项链变成是热奶了。没有，小热奶。小热奶，小热奶，小热奶就。我等一下贴，我现在没有，现在贴了就是，然后就会有点滑落，会滑落。不要再讲了，好难过。等一下贴个背吧。然后因为昨天有他们有给我看，就是好像韩国那边给我发，就是说台湾的主持人，然后到后台跟他聊天啊，然后疯狂热情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很期待他今天的发生。我们有刘若英呢，我们是叫台北最嗨新年城，我们是叫台北最弱新年城，我们最嗨，我